咋没随便，然后你咬，哦、你把针给它咬到那个，啊，就咬到上面一点点就行了。好好好，就这个位置。嗯。然后这边松，这边先把它打开。打开嘞。这边打开，这边稍微松一点，然后再压下来。然后你，才制止。才制止。嗯。